我自己的这个人生道路里面，我是真正知道经典的力量，所以我整个的人生方向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追求经典化的人生。什么叫经典化的人生？就让经典的那些思想真正的灌注到你的生命里，在你生命里体现出来，把自己的生命变成一个在当代世界里经典里面的精神和思想的一个呈现的过程。这是我的一个一生的态度。读书根本在于专精，最根本影响你的、塑造你的，其实往往就是那么几本书。我有一个比喻说，人生啊需要锚啊，就好像你在惊涛骇浪的大海当中，那你什么东西才能锚定你的人生？那就是压住你人生、给你人生以分量的那几部经典。那么我个人呢，受影响最大的，就是在我的成长经历里影响最大的，第一本是《庄子》，第二本呢是《论语》。如果让我给同学推荐书，如果只推荐一本，我就推荐《论语》。这个书绝对是应该每个中国人伴随终身的一本书。此外呢，就是《传习录》，这是我念研究生的时候，我入手处呢，实际上就是学阳明学。那学阳明学，当时就是反复读《传习录》，《传习录》对整体上对我影响都非常非常大。我的整个学术的生涯当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陈来老师的《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那么《有无之境》这本书是整个我从一开始进入中国哲学做研究的时候，从方法到对待经典的态度，如何解读经典，如何结构自己的思考，那么如何写作，包括写作的形态，对我都有影响。不同的书一定要有不同的读法。你比如经典的阅读，你就一定是以对待经典的态度来进行研读。朱子在《孟子叙说》里面，他就讲，他说你读《孟子》和读《论语》啊，那都得是不同的读法。他说你读《孟子》，你《孟子》必须熟读。他说《论语》却不一样，《论语》必须冷看，所以熟读冷看就是有很大的区别。在阅读伟大经典的时候，就是以此来打开自己，真正的去聆听那种思想的精神的指引，让这个阅读成为提高自己的力量。张岱年先生有一句话，这个话呢是出自《史记》，八个字：好学深思，心知其一。后来陈老师说，这是我们做中国哲学研究的八字心经。我也希望这个年轻人们也能够认认真真的去思考这八个字，真正的走向有阅读的人生吧，并且让这样的阅读能够改变自己的人生。经典本文的句子就像种子，种在心里，它就会生根发芽，每隔一段时间就长出一片新的枝叶来。人逃不开四个字：水落石出。时代泡沫涌上来的时候，你看着很多很热闹，等到退潮的时候，剩下的一定是真正的那个坚硬的、自立的、恒久的这样的东西。人不能让自己的生命比时代的泡沫灭得还快。只有真正深入到自己时代的人，他那个对时代的具体感知才是真实鲜活，也只有能够超然于时风之左右跟影响的人，我们说观四季而长青，才有所谓君子人格。